请您欣赏相声《剩男剩女》，表演者张鹤琴、刘哲，掌声有请。感谢朋友们的掌声啊！又来到哈尔滨，心情太激动，是心情太紧张了。哟，刚才这二位演员说的非常的好，确实不错。马鹤琪，哎，这是胡伟航，两个人表演的一段传统的作品，这个表演的非常好，造福啊，他们下台安息。对，我们俩换上来，来了以后，别真凉快，先待会儿凉快，上来就不会说人话，哎，这怎么说呢？俩人下去怎么着？下台安息嘛。别胡说了，安息的不就死了吗？这人说话不让人爱听。你这个事儿能说出来吗？不，那要说出来呢？说出来就不灵了。他还盼着人家。过了。你还出了。爷们儿，咱都信砸了，你知道吗？这到底哪个保着你？嘿，哪个保着我？就刚才这四位，有一个零，他们俩就活不了，是吧？别胡说，下台休息，下台休息。哎，啊，把我们俩换上来了。好多朋友啊，有认识的。一大部分朋友不太熟悉。哎，这很正常，没关系。啊，上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应该。我叫张鹤琴。啊，谢谢。二斤的朋友真热情啊。行，会的礼节不少啊，张嬷嬷。问价了吗？就嬷嬷。是我的名字，嫌你脏。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哦，还得隆重。我的搭档，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哲老师。哎呀，我们就特别爱来哈尔滨演出，一呢气候非常好，一到哈尔滨就特别凉快，确实凉快。我在天津、北京我都晒黑了，我都在家都快热死了，太热了。到哈尔滨不用开空调啊，哎，屋里就凉快。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有限制，又没限制，三个半月才来一回，哦，没有限制，我就在哈尔滨买房，我就不走了，知道吗？真的，我就是没钱买房就完了。我就很喜欢这座城市，是，而且这次演出咱还赶上今天这头一天呀，赶上喜事儿。什么喜事？今天我们这兄弟猪猪啊，过寿。行吧，这么说行，合适吗？合适。过生日，过寿，过完今天他就越来越瘦。哎，那瘦，你后台好多这个他这个粉丝啊，给他买的那个东西，对啊，我们都吃，也都喝了，一点儿也没给他留啊，一点儿也没给他留。进屋第一件事，先开了瓶中国树叶绿茶，我拿俩，后台备场一个，后台就穿衣服喝一个。好，这都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都是周鹤松的人缘。哎，您说您把我们这些个师兄弟弄好了，我们不是对他好吗？我以为老亏花钱了。对吧？您要买最好您天天买。家里说明天要是没有东方树叶，明天我们在宿舍就把周鹤松圆了，对吧？你这样也够势力。不是说，就是说关系好，是好才能在一块儿生活，对，才能在台上的越来越好，哎，对吧？你包括你看周鹤松和金鹤兰这两年越来越好，那可不嘛。你看他跟金鹤兰，我们打早就认识。哦，这个在天津，嗯，我们都是天津人。对啊，跟小晋我们更近。哦，晋是曲校。哦，北方曲校。哦，北方曲校。哎，我们呢都是在那儿让人曲校。北方的，您不说了吗？北方曲校。别着急，不久的将来南方也会曲校我们。哪个曲校？北方曲校毕业那阵儿呢，就认识那阵儿叫朱凯。啊，本名他不是曲校，他朱凯，他学会计的，是吧？学会计。他叫朱凯。啊，那阵儿关系就非常好。嗯，而后来呢，因为那谁小晋他爷爷，对，小晋他爷爷，
著名的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靳金来先生。靳爷，鼓掌啊！靳鹤兰小心眼儿，提他爷爷艺术家不鼓掌，回后砸后台死了。你看这个，一会儿老朱演单口，当然也是可以的。没你呀、人俩人打不起来，是吧？对，没打不起来，挺好啊，不是。他爷爷当时对我师父有恩啊，对啊，跟我师父说的，别在天津了，上北京吧，快走，到北京你就能红。哎，因为靳先生的一句话，成就了今天的小靳先生。哎，啊，小靳先生，是啊，他好啊，他爷爷给他帮忙啊，后来我就琢磨，我爷爷，我也有个爷爷呀，是吧？我爷爷怎么就不能给我帮这个忙呢？因为你爷爷不姓靳，我问问我爷爷认不帮没帮助过郭老师、哦、对吧？回到家里边给我爷爷从柜门里拿出来不是，你先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爷爷是中午吃剩下那菜是吗？我放柜门里的吗？我爷爷在柜门里。你爷爷出柜吧注意猴豆啊，注意猴豆啊来来来来来，爷爷这都出来了，对对对，我问问您啊，爷爷，答应我，在您漫长而平平无奇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帮助过一个叫郭德纲的人？有。哟，大哥，你来了，大哥。你看我这小爷爷啊，我爷爷很客气，什么什么德纲，郭德纲，我得什么？郭德纲，我什么干了？郭德纲是不是马总没啊？爷爷还串戏呢，我就给我爷爷锁柜门里，把钥匙扔了，知道吗？所以说老于柜门，所以说你说人家这成功啊，它是有很多的原因在里边。哦，一个是自己的努力，再有一个呢，得有一个好搭档。你看小靳成功，他有搭档，他有一个爷爷帮助他，他有一个好搭档。哎，今天我们这个奏寿星，寿星，寿星是奏星，你把这话音咬准了，寿星，寿啊，寿星啊，我们这寿星朱鹤松啊，两个人搭档是很好，对啊，当然我这搭档也不错，那这相声说的非常好，也没多，从小说相声，是，七岁学徒。九岁净身，打小他就没有用，这对于我对相声这就阻碍了我学相声道路，不要了。我在宫里边工作，宫里好啊，哪儿好啊？宫里算事业单位啊，有五险一金啊，这不错，还给我找一家，你瞧瞧，你看咱俩不一样，我的家永远是德云社，忠诚啊，体现在方方面面，对，是吧？这就叫舔狗，知道吗？别的大伙都看着，我没舔过你啊。去不是说你长得像沙皮我就一定要舔你，知道吗？明白吗？就是说他，你说的哪忘了吧，该是他有五险一金了，嗯，就有医疗保险了，嗯，有医保对你太有用了。哪有用？嘿，你再做这种手术，你要有医保你就可以打麻药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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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有没有这个自不自费先搁一边啊，这其他都不说，我先问问，再做这种手术，我看我主持一都不乐意了，一般你怎么都给人弄个前排的票，是我不是没买着吗？一般这种手术不就做一回吗？
那就没拉干净。去你的吧，这边有留一块铁味儿的吗？这个你当时你没有医保，你没有医保，你没有医保，我没有，你没有医保，你没打麻药，坐一半你受不了了。我已然我都做了，我你现在你想当时，当时你受不了了，你那木棍都咬断了，木头棍儿。行，你是你没有，你有医保了，你现在你有医保了，你就可你再修复一下医美嘛，医美。我修复，我说着我都牙碜。医疗美容一下，再给你美观一点，完善一下，这回行了啊。有医保，国家给你报75%。爷们儿，你是不是做过呀？我这套流程你够熟的。现在基本都是按这个比例报，一过门槛报75%。哦，哎，这太好了，你可以打麻药了。哎，当然你这个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干嘛？啊，这个你就来一个不用全身麻醉。啊、哦、不，我就是用不着，来一个半身麻醉，非得办半身麻醉。啊、行，上半身。麻了啊！哎呦，别，哎，用麻了都木了，别，舌头根子都硬了。别，哎，先把舌头救过来，我有话要说。大夫啊，我下半身手术，我麻上半身，这个太好了，哪儿好？疼喊不出来。我这是台上不让我说这句话，说说完明天我就演不了了，不许骂街啊。就介绍一下啊，这你像光学相声，那就学的就好啊，没有私情杂念啊，是有不了啊。你青春期没有？嚯，还青春期，连荷尔蒙都憋回去了。看见小姑娘那种冲上去要微信的冲，没有，没有，光是研究相声。因为我没有微信，光是研究相声。您挺有微信，周岁多有微信。在宫里除了皇上就是您。真是，我跟你讲，这个光潜心研究相声，那就研究得非常好。我也没多好，说得太好。你想打小是参加比赛，是相声大赛，你瞒得了大伙儿，瞒不了我。好多他知道，我了解。相声大赛获过奖，对，获过金奖，是，获过最佳捧哏奖，嗯，还获过环球小姐。因为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能不算。这会儿我必须说话，我获过环球小姐。你没听清楚啊？我说你获过环球小姐。张鹤晴，你好。哎，有一天你死，你们就嘴癌，你知道吗？嘴癌给报75%吗？对，跟我这报的一样。对。别闹啊，拉的地方不一样。你太讨厌了，我不重要，到75%重要。我这也得打麻药啊。对，你也办麻，我也办，你麻下半身。这行，疼跑不了。站台上笑场，我说相声，我逗观众，我还有逗乐你的义务。你给我们买东方树叶了吗？你就乐，对吧？那小糕点你给我买了吗？小大哥，我没吃啊。小酸奶你给我买，你糖尿病你吃不了。你要能吃，你早吃的，知道吗？我就说这意思。说哪？获过环球小？我没获过，就跟人家亲亲抱抱举高。
但他也干不了别的，所以叫霍霍。一般这种人都有这种变态腔，要不说我这个搞了一对象谈恋爱。对，现在他处于异地恋的状态。他是什么？他呢在东北说相声。对，他媳妇呢环球当小姐。环球当小姐，环球当小姐，就是那个穿上的衣服，三点式，一点、两点、三点，这不就戴一眼罩、弄一口罩就出门了吗？对，你这样穿衣服了吗？这谁也认识，不认不出来，谁也认识吧？啊，对吧？你放个 BGM 给人走去。今天有孩子，反正提前接触社会的另一面。家长宅着告诉一下，体操，体操，体操。我还喘着呢。喘，对呀、啊，对我得喘。天热，他都得喘，你知道吧？养不起。他那意思说我是狗。哎，没事，没动。没事，主要是这件事得弄明白了啊！我媳妇儿这叫模特，对，现在不严打吗？哎，模特，哎，别这么狗哥，一会儿给您找模特啊！你先喝着，一会儿让妈妈给你带来啊！找了妈妈，你给你带模特，模特进来这边，那边剃下来要。一直就叫模特，行，你们玩的深，一直都叫模特，一直都模特啊，一直都模特啊，啊，你有能耐你也找一模特，我不找呢，咱就说为什么人家能这么优秀，能找一个小姐当模特？哎，说话呢，不是大哥呀，我这说呢。一个模特当小找一个小姐当媳没有小姐找了一个那为什么人家能找那个找哪个呀什么那个呀就这么优秀的女性找一个模特当女朋友行你看天天在家练就怕说漏了说秃噜了为什么人家能找一个模特当女朋友呢为什么人家庭好啊能力强就是这个相声的能力强语言能力强的会哄你要是不解释没那么多事儿会哄会说会表达啊这点就得跟您学是你看我们这就差一点啊我这说上就差一点哦我主要就学学强哎学哦学我主要是爱唱歌歌曲观众知道我有时候喜欢唱歌爱好是爱好唱的不多好反正各种的什么民谣啊什么摇滚呢、啊、通俗美声啊说唱咱都行说唱咱有外号说唱还有外号德云五队 Hip Hop MC AKA 情歌哥这个等会儿各方面啊谁哥哥方方面啊谁什么哥哥了德云五队 Hip Hop MC AKA 情歌哥您这哥哥怎么还有机关枪的事儿呢AKA 就是我头衔我的说唱演出的形式哦知道吗、哦、MCAKA 情歌就别光说我的歌啊别说老唱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在现场比谁蹦得高的简直就是耍赖西装白色衬衫哥们儿打好领带我管你什么长牌都在我面前少来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我想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向讲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当着我想加入齐柏林的家伙不太如流理想才不满的啤酒 boss 干的就是啤酒 boss 白的就是啤酒家伙在这教育你我不是你唱是吧？一句词儿没听见。哎，这是我那 MC Uncle， 这是他正常唱这个，老舅，一个老舅。哎，你说他不懂这个，他不懂这个，他不懂这个。那唱什么歌都能唱，
对吧？哎，快捡起来。这可别摔坏了。所以是吧，就方方面面说了啊，方方面面。你怎么那么喜欢方便面？都能行、哦、都行都能唱啊。你包括周杰伦啊、哦、周杰伦啊，拿出来就唱。周杰伦这马上要开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啊，唱他的歌。我最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啊，周杰伦别着急，叫一跳，我到八点半下去，别着急，这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反正周杰伦的歌啊，我不知道你们大伙儿啊，周杰伦的歌我呀、啊、前面还行，哦，几十秒，后边没法听，这为什么呀？我没有会员，我是吧？这么丢人，我跟你说，没有会员后边没法听，就自己这么爱听周杰伦的歌，然后不充会员，就听前面几十秒，听的没会员的。没会员了，快捡起来！啊，你上辈子是不是捡破烂儿的？你看说的跟我这辈子不是一样。一会儿我把后台那瓶子我全弄走。怎么了？周杰伦没会员？先不不先，你甭老这么说。我告诉你，周杰伦的歌怎么都好，但是就有一点不好。什么？周杰伦唱什么我们听不懂。我唱歌，周杰伦都听不懂。当然了，周杰伦的双截棍拿过来就唱，是吧？颜色的都也没隔壁是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上场就得先端着就不说老板娘在场上甩家枪，一女子功夫最擅长，精通照片不散。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有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珠带杆，先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我当怎么改怎么改，我打开门关。前两天张志文那儿就蹬我一回，这个老蹬，这个孩子乐了。所以说，相声就是这样，就哪样就耍贪变量嘛，耍贪变量。哎，我唱的确实不错。为什么我爱唱？为什么呢？跟我们家住那环境有关系。啊，我们家住那小区啊，啊，歌唱小区。我小区里的吧。这小区大小区我都听，我没听说我有歌唱型。就是我那个小区，人跟人见面啊，不说话，手里面唱歌，唱歌，唱歌，这怎么唱？比如看见你了，啊，老刘，你这得说，啊，你好啊，我这得问你，哎，你吃饭了吗？我没吃呢。哦，真没吃吗？真没吃呢。吃去吧。你不请我呀？没说请你，拿你练练嗓子，上班跟领导对唱用。上班还唱对吗？我这玩意儿听着新鲜。不新鲜哦，在我们那小区，就我们那个楼栋怎么样？单元啊，前两天唱歌愣搞上对象了。不是唱歌还能搞对象？新鲜吗？就我们家楼下的事儿。问你，你这么详细说。我住四楼，我们家三楼的事儿。哦，三楼新搬来一大姑娘。嗯，今年啊20大几，30左右，40不到，50出头。这姑娘没准岁数是吗？女孩的心思，男孩女孩的岁数，男孩你别问。哦，别问，心思我们也别猜，没法问。嗯，反正就是大龄剩女，又一个人来到外地发展。哦啊，外地人来到外地，嗯，这玩意儿回到家，一看新租的房啊，家里什么也没有啊，除了墙就是床，他们家让人偷了似的，刚搬来哦，什么也没有，就有个床能睡觉，哦，那除了承重墙就是床，什么也没有，回到家里边觉得很孤单。是的，走到阳台把窗户开开，顺嘴唱了这么几句。那姑娘怎么唱啊？我是悠悠一抹斜阳，多想多想有人懂得欣赏。我家有一张大圆床，多想多想你带我走进梦乡。来呀，早做
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流氓啊，流浪啊，反正有大把方向啊。听我跟你说句话，一眼。是够痒的，别唱了，行吗？这歌啊，啊，我打三楼呼呼悠悠呼呼悠悠跳到二楼，哦，从二楼呼呼悠悠呼呼悠悠跳到一楼，哦，到一楼这么一小伙子听见了，啊，一楼住着个小伙子，那一楼底上住着一个小伙子，哎，今年30多岁，也是单身，哦，没结婚，嘿，一听这歌，噌坐起来了，寡妇，哎，不会说话别说啊。啊，凭什么你人家就是寡妇，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哎，来，这句话说半年多了，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哎，来，寡妇，哎，啊，不是苦话，你骂什么？你这啊，别爱看相声，爱听。是也没事啊，他都是挑，我这岁数我不挑了，我跟他对对歌吧。啊，你看小伙子有心气儿，走到阳台，把窗户开，跟他唱两句。哦，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我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要什么呀？其实附近的男的就我一个。其实我今年已经30多了，听你的歌声觉得你挺不错。那个嘛，我俩挺适合。你看这歌呢，从一楼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飘到二楼，嗯，从二楼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飘到三楼。哦，三楼二姑娘听见了，听见了。你这一听，当时可就高兴生气。哎。哟，注意防晒！哎，活该你就剩一张床，知道吗？谁哪哪脆？渣男？怎么人家就渣男了？你认识我吗？倒可能不认识。你了解我吗？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你凭什么说咱俩就合适呢？加个微信你认识？谁跟你加微信？想跟我在一块儿啊？我那条件你允许吗？还有条件？那当然了。什么条件？我要一栋别墅，还要俩跑车，名表名包永远不嫌多。我买钻戒，衣服多，每天换不同风格，带着我美国、英国还有墨西哥。每天花钱我就很快乐，洗衣服刷碗我都不会做。你有没有爱上我？爱上我？他要有这个，他能找你吗？从三楼呼呼悠悠飘到二楼，哦，从二楼呼呼悠悠飘到一楼，是到一楼，让小伙听见了。那肯定听见了。我一听，这好家伙，这不是个姑娘，是啊，这是个小姐。哎，太黑了，小姐太黑了。嗯。这什么玩意儿？确实，这条件要的有点高。这是什么呀？有点过分啊！我还就这，我还爱你。是我爱你什么？嗯，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身等月亮，爱你和我那么像，不肯哭一场。我挤逼你，我这我什么也没有，我没 K。这小伙家肯定有网。什么也没有了。这歌从一楼呼呼悠悠飘到二楼，从二楼呼呼悠悠，从二楼让一个老太太给攥住了。这没飘上去。哎，对，二楼截胡了。二楼住一老太太。嗯，二楼住一老太太，今年80多岁。哦，八，守了70多年寡。这个老太太呢？等会儿，哎，英文名字叫迪斯卡，你看，不，是得探索一下了。老太太今年80多了，守了70多年寡。对，你告诉我们老太太这寡怎么守？老太太89。守了71年寡，18结婚，不是18岁就守寡。18岁结婚那阵儿算晚的了，封建社会14、15就结婚。那阵儿18结婚就算晚婚，18岁结婚拜堂没入洞房，当天拜完堂老头就没了。他这老太太封劲够大的，真的，这么多年几十年啊没再嫁。好家伙，一直
人家也说，把老太太保明的骨灰盒吧。旁边啊，好多人也劝，啊，想让老太太再往前，就是老话就迈一步，不行，再二啊，对，再来再迈一步。刘奶奶，不行，哎，停，怎么了，刘老师？什么奶奶？刘奶奶。刘奶奶啊，别来这套啊，小贼。张奶奶啊，我给你手攥折了。老奶奶，老奶奶，把那张字给我带出来。老太太，迈一步吧。张奶奶，张老太太，迈一步吧。迈一步吧，坏事都老往我们家里，行吧？迈一步吧，再找了，不行，不行，贞洁烈女，贞洁牌坊。别让人戳脊梁骨，嚯，这么多年都自己够忠贞，看见老头绕着走，哎呦，有老头跟他想进来，别，啊，不行，现学的咏春就为了拒绝老头，咏春帮张奶奶，对，所以说嘛，这么多年老了，儿女们说这个咱妈老了，岁数大，头广，咱妈得自己买单住了。后来老四说不行啊，咱妈得跟我住，老五放学回来了，哎，哎，怎么了？张鹤晴，老太太今年89了啊，守了71年的寡，18岁结婚当天，对，跟老头入洞房了，没入洞房 啊，没入洞，门都没进去，老头那只脚都没。把这婚结的真冤枉，没入进，脚都没迈进去，老头嘎一下就抽过去了，没死了。老太太一辈子没再往前迈过一步。哎，这好事你能抽啊？他抽了，忠贞烈女抽了。我问你啊，你们这孩子哪儿来的？啊，张奶奶家这孩子哪儿来的？抱养的，多高尚。老太太有工资，有退休金，到老了分担点社会责任，领养几个孩子，怎么到你嘴里如此的肮脏？你的思想如此的龌龊呀！我东北话都说如此的龌龊呀！你怎么那么龌龊呀？抱养的，分担社会责任。刘奶奶。刘春山的奶奶呢？我鼻子，我把它塞你嘴里，一笔写出俩刘去是吧？这刘奶奶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好心热心肠，那好样的，这就听出来了。哦，该干嘛去？霍汉奶，您先坐下吧，我搞对象了。他们听出点问题来呀？听出什么问题来了？打起来了？是吵起来了？我们还挤逼你，还有这个呢？那姑娘那个脸上有一把子，这姑娘条件太高。哎呦，我得劝劝吧。您得聊聊，楼上去，大姑娘，小伙子，先跟楼上唱两句。哦，跟楼上。楼上的大姑娘，听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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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卡带了是吗？楼上的姑娘，听我说。楼下的小伙实在不错，你要是觉得他还不行，怎么着啊？我跟小伙一块儿滚。